得生为人难，做人生活难，听闻正法难，诸佛出现难。经过漫长的岁月，世间终于又有了佛陀即将出世的预言。从四大王天到大梵天，诸多天人集合到一起，一同来到喜足天，拜见即将成为果达玛佛陀的白床菩萨，恳请菩萨为了获得一切知智，为了救度众生而降生人间。菩萨观察了降生的时机、国土、地方、家系、母亲及人寿等，直到自己成佛的时机即将来到，于是答应天人们的请求，怀着对众生无限的慈爱之心去世，降生到人间。距今2600多年前，在印度北部有一个释迦族统治的诸侯国，都城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嘎比拉瓦图城。释迦国的国王名叫净饭王，皇后名叫马哈玛雅夫人。在一个月圆之夜，玛雅夫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梦见自己由四大天王抬着床榻飞往喜马拉雅雪山。在阿努达池旁，天王的妃子们为她沐浴更衣，装饰涂香，然后带她来到一个黄金宫殿里卧下。有一头白象从北方而来，鼻子卷着一朵白色的莲花，绕着玛雅夫人走了三圈，从右边进入他的胎中。这是菩萨入胎的征兆。当我们的菩萨从喜足天去世，下生人间投入母胎时，世间出现了一道无量广大的光，其光明远远超过天人、梵天人的光芒，照亮了世间所有幽暗的角落，一万个轮回世界都随之震动。玛雅夫人在怀胎时享受着清凉殊胜的快乐，甚至任何烦恼都不会在他心中升起，身体也没有任何的疲倦。怀胎十月后，玛雅夫人想要回自己的祖国拜见自己的父王。在途经伦比尼园的时候，她产下了菩萨。这一天是公元前624年维萨卡月的月圆日，也就是阳历五月的月圆日。菩萨出生时与他入胎一样，世间出现了一道无量广大的光，一万个轮回世界随之震动。玛雅夫人站着产下了菩萨，有四位天人为菩萨接生。菩萨出胎时清净无染，天上有冷暖两股泉水倾注而下，为他和他的母亲沐浴。菩萨出生之后，他朝北走了七步，在白色伞盖的遮护下观察每个方向，发出众生导师的声音，说道：我是这世间的最上者，我是这世间的圣者，我是这世间的长者，这是最后之声，再无此后生。在菩萨出生后，玛雅夫人回到了嘎比拉瓦图城。国王得知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并昭告全国，举国上下都为太子的诞生而欢庆。当时有一位黑天的隐士，他在日间住处见到很多33天的人兴高采烈地向萨嘎天帝祝贺，于是去询问缘由。天人告诉他，即将成佛的菩萨已经在释迦族中诞生了，他们为之喜悦兴奋，
听到菩萨降生的消息，黑天隐士立刻前往嘎比拉瓦图城见净饭王。国王邀请他为刚诞生的太子瞻像，于是把太子放在低处，好让他礼拜隐士。谁知婴儿太子却自己把脚抬起，放在隐士的头上。黑天隐士知道自己无法承受菩萨的礼拜，于是转而合掌向婴儿礼敬。国王见此不可思议的场景，也跟着向他自己的儿子礼拜。黑天隐士仔细观察菩萨的相好，先是微笑，然后悲泣。众人见了，询问他为何如此，是否太子将会有什么灾难。隐士解释说，他微笑是因为眼前的男婴是人类中的至高无上者，将来必定会成为佛陀。他悲泣是因为自己寿命将近，去世后将投生到无色界梵天，没有机会见证菩萨觉悟成佛，也没有机会听闻佛陀宣说正法，所以他才会喜忧参半。菩萨诞生后第五天，净饭王请来八位博学的婆罗门为太子进行命名大典。他们之中的七人在为太子占卜后，伸出两个手指预言道，太子将来如果在家，只要他愿意就能成为转轮王，如果出家则必将成为佛陀。但他们中间最年轻的巩丹娅只伸出一个手指说，太子将来没有任何理由会不出家，他必将会去除一切烦恼而成为佛陀。然后这些婆罗门为太子取名为悉达多狗达玛，悉达多意为达一切成就者，狗达玛是家姓。悉达多太子诞生七天后，他的母亲玛雅夫人去世了，净饭王的另一位妃子巴加巴迪古达米，也就是玛雅夫人的妹妹，肩负起了抚育小太子的责任。悉达多太子从小聪颖过人，他很快就精通了各种学问，并且在禅定方面也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在他还是一位幼儿时，净饭王举行农耕节仪式，将太子交给一群妇人看管，妇人们将太子安置在一棵占卜树下，然后去参加庆典活动。太子坐在树下，看到牛在田里耕地，翻出一块块的泥土，许多的虫蚁因此死去，又看到地上的蛇被老鹰叼起，因此丧命。他感悟到世间众生实在太苦，不忍心再看下去，于是他盘腿而坐，专注于自己的呼吸，进入了初禅。妇人们搬运完庆典的食物回来时，惊奇地发现其他树的树影都已经偏斜，唯有太子禅坐的那棵占卜树的树影仍然是圆形，并保持静止，为太子遮蔽太阳。妇人们见到之后，急忙告诉国王。当净饭王看见这个不可思议的情况之后，惊叹不已，再一次向太子礼拜。净饭王十分钟爱自己的儿子，希望他将来能够继承王位，成为转轮王。为了防止悉达多太子出家，他为太子安排了极为娇贵奢华的生活环境。太子有三座宫殿，一座供凉季使用，一座供热季，另一座则供雨季之用。在雨季的宫殿里，有清一色的女性为他歌舞作乐。在这四个月里，他从来不下楼到别的殿去。为确保太子不受冷热沙尘或露水的侵扰，一顶白伞盖不分昼夜地举在他的头顶上。在太子16岁时，
净饭王为他安排了盛大的婚礼，迎娶了美貌贤惠的公主亚梭塔拉。太子享受着这样荣华富贵的生活，族人因此担心说，悉达多单溺于娱乐享受，什么技艺都不会，将来如果发生战争，那可怎么办？太子为了消除族人的担忧，主动向净饭王提出请求，进行射箭比赛。净饭王集合了大名鼎鼎的神殿射手和断发射手，与太子同场竞技。结果，太子以其他射手无法学会的12种技艺，折服了所有质疑他的族人。由于菩萨即将圆满10种巴拉蜜，即使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的心还是自动倾向于出离。悉达多太子看到娱乐的过患，看到自己仍然受制于生老病死、忧伤与烦恼，于是他想要追求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无忧与无恼的最上解脱涅槃。但是在家的生活杂乱而不解，始终牵绊着他。为了圆满清净无染的梵行，太子有了这样的理想，出家追求宽广无际的生活。在悉达多太子29岁那年，亚梭塔拉为他生下了一名男婴，对自己儿子的情感就好像枷锁一样套住了太子，这更加令他感悟到爱执的力量是多么强大。而这个男婴后来被净饭王命名为拉胡拉，意为障碍。就在拉胡拉出生后的月圆之夜，他吩咐仆人准备马匹，自己则去见了熟睡中的王妃亚梭塔拉和儿子拉胡拉。凝望着妻儿，王子默默地向他们告别，离开了房间。他骑上马，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自己的王宫，离开了沉睡中的嘎比拉瓦图，来到了阿诺马河畔，挥动宝刀，剃发出家。出家后的菩萨为达到无上寂静的境界而不断追寻着，他遍访名师，先后接受了阿拉拉嘎拉玛和乌达嘎拉玛布达的指导。很快的，菩萨通达了他俩的教法，分别成就了无所有处定和非想非非想处定。虽然获得了最高的世间禅定，但菩萨觉得这些都无法导向寂静、觉悟与涅槃。于是他离开这些教法，继续自己的探索。为了彻底的离贪离欲，摆脱内心的污染，菩萨选择了极端的苦行作为自己的修行方式，并以惊人的精进力尝试了各种最为痛苦的修行。他住在恐怖的密林里，每天只吃极少量的豆子汁，练习屏住自己的呼吸，直到濒临死亡。很快的，健壮的菩萨就瘦得不成人形，四肢像是接在一起的藤条，肋骨根根突出，肚皮和脊柱贴在一起。就这样，6年的苦行生活过去了。菩萨所受的痛苦与折磨，无论是在过去还是未来，都没有人能够超越。但是这种严酷的苦行并没有给他带来觉悟。菩萨回忆起小时候参加农耕节，进入初禅时的那种快乐，他感到这才是真正通往觉悟的方法。但是菩萨极度瘦弱的身体已经不能让他再获得那种快乐，于是他放弃苦行，接受了牧女苏加达供养的甜乳粥。获得食物的资助后，菩萨的身体慢慢开始恢复，32相好也重新显现。然而随侍的5位沙门却因此感到厌恶，他们想，
沙门古德玛已开始放逸，舍弃精进，回复奢侈的生活了。于是离开菩萨而去，菩萨则独自一人向着通往觉悟与解脱的正道不断迈进。用完餐后的菩萨来到尼连禅河边，发愿道：如果今天我能成佛，就让这金波逆流而上。说完将钵投入水中，结果钵竟然逆流而上。菩萨知道成佛的时间即将来到。那时一位割草的男子献给菩萨八捆草，菩萨拿了草来到一棵菩提树下，用这些草做成了金刚座。菩萨坐在菩提树下面向东方，决意说不得菩提绝不放腿。这时魔王率领魔军拿着各种兵器，带着一大批面目狰狞的怪物，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菩萨袭来。狂风暴雨、巨石、烈焰、攻击一波一波接踵而来。菩萨不为所动，靠着思维十种巴拉蜜化解了所有的攻击。大地女神作为菩萨圆满种种巴拉蜜的证人，将菩萨过去生所做的功德化作泉水，从头发中流出。结果这些水有如汪洋大海一般，把魔王的魔军全部淹没。击退魔军后，菩萨通过修习入出息念，依次进入初禅、第二、第三、第四禅。初夜时分，菩萨把心导向于宿住随念智，意念起过去无数生无数劫中自己种种的细节与情况。中夜时分，菩萨把心导向于有情死生智，见到了众生各随其业而流转于生死之中。后夜时分，菩萨把心导向于漏尽智，如实知见苦集灭道四圣地，断尽一切烦恼，终于证悟了阿拉汉道果，连同只有诸佛才拥有的一切知智。这时一万个轮回世界强烈的震动，齐声赞叹菩萨的最终成佛。光明照遍了整个世界，甚至穿透了最深的地狱。我们的菩萨终于找到了通往解脱的古道八圣道，证悟了至高无上的佛果。此时佛陀感叹地说出了觉悟之后的第一首偈颂：轮回许多生，寻找造物者，流转没发现，诸苦再再生。已见造屋者不再造家屋，你船已毁坏，栋梁已破坏，心已离行坐，已证诸爱境。这一天正好是公元前589年五月的月圆日。刚觉悟后，佛陀连续禅坐七天，以享受解脱之乐。那时魔王的三位女儿可爱、不快与贪欲前来诱惑佛陀，他们化现出种种姿态、种种容貌的女性，用尽各种手段来诱惑佛陀。然而已经断绝了一切贪欲、嗔恚和愚痴的佛陀丝毫不为所动，魔女们只能悻悻然败退回去。佛陀在布特嘎亚附近的七个地方各停留了七天后，依次游行到仙人落处鹿野苑，找到了当初离他而去的五位沙门。本来他们一致决定不再理睬佛陀，结果当佛陀来到他们的住处后，他们却无法抗拒佛陀的威德，主动上前迎接。佛陀向他们宣说了转法轮经，阐述了放逸享乐与极端苦行的过患，并解说了刚刚证悟的四圣地，
宣布自己已经证得了无上的正自觉。听完佛陀的开示，当初预言太子必将成佛的婆罗门贡丹尼证得了入流道果。这一天正是公元前589年七月的月圆日，这就是佛教史上有名的初转法轮。随后几天，佛陀继续为五位沙门说法。在第五天，佛陀宣说无我相经时，五位比丘皆证悟了阿拉汉道果。至此，佛陀的比丘僧团正式成立，佛法僧三宝出现于世间，正法之轮已正式开始转动，一直延续了2600年，传承不断，直至今天。之后，佛陀度化了亚萨和他的54位朋友，世间也因此有了61位阿拉汉。当时，佛陀对那些比丘们说：“诸比丘，我已解脱了天和人的一切束缚，诸比丘，你们也已解脱了天和人的一切束缚，诸比丘，去云游吧，为了众人的利益，众人的快乐，为了悲悯世间，为了诸天与人的福祉、利益和快乐，不要两人一起走。诸比丘，你们去宣说初善、中善、后善，有意有闻，说明完全圆满清净的梵行之法。有些有情眼中只有少许尘垢，没有听法将会退堕，闻法将能正知。”从此，佛陀把宣扬佛法的使命也交给了比丘僧团。然后，佛陀又度化了嘎萨巴、沙利子和马哈摩噶拉那尊者。觉悟后的第二年，佛陀应父王的邀请，带领着1250人的僧团回到释迦国。抵达嘎比拉瓦图城之后，释迦族人摆出了傲慢的姿态，不愿对他行礼致敬。佛陀于是施展了双神变，头上现出均匀的六色神光，四肢同时喷出水与火，因此折服了骄傲的族人。第七天，佛陀又一次来到净饭王的宫殿用餐。亚梭塔拉让拉胡拉王子去向佛陀讨要世袭的财产。佛陀于是派沙利子尊者剃度拉胡拉出家，让小王子成为了无上法财的继承人。拉胡拉因此成了佛教中的第一位沙玛利拉。正悟后第三年二月的月圆日，佛陀住在王舍城的竹林。那天晚上，1250位比丘不约而同地来到佛陀的住处听闻说法。佛陀因此送出了教戒巴迪摩卡，即莫作一切恶，具足于诸善，净化其自心，此是诸佛教。同那一年，佛陀的第一大施主及孤独长者遇见并皈依了佛陀，他以黄金铺地向杰德太子购买了一座园林，建造了房舍、门楼、食堂、澡堂等等，布施给以佛陀为首的比丘僧团，提供给四方僧众居住。于是这座园林被称作杰德林及孤独园，佛陀在这里度过了25个月安居。佛陀觉悟后的第六年，净饭王病入膏肓，佛陀为了度化他的父王，再次造访故乡。佛陀为病榻上的净饭王讲解法医，听完之后，净饭王证得了阿拉汉果，并于当天颁涅槃。佛陀完成了作为儿子能给父亲的最大回报，那就是带给了他至高无上的解脱。同一年，佛陀住在嘎比拉瓦图城的榕树园，养母巴加巴迪戈达米前来请求允许女性也能在如来的正法律中出家，可是佛陀拒绝了他，
他再三请求，皆遭拒绝。阿难尊者也帮他请愿，但是佛陀依然再三拒绝。阿难尊者于是以善巧的方式询问佛陀，女性如果在如来的正法律中出家，是否能够证得阿拉汉果？佛陀回答可以。由此，阿难尊者进一步请求佛陀悲悯女性，最终促成了比库尼僧团的建立。成正觉后第七个与安居，为了度化已经去世而投生到喜足天成为一名男性天子的母亲玛雅夫人，佛陀来到33天界，用相当于人间三个月的时间，向来自10000个轮回世界的诸天人和梵天人开示阿毗达摩。之后佛陀简要地向沙利子尊者开示在天界所说之法，而沙利子尊者则将每次从导师之处学到的法要再详细地传授给他的500位比丘弟子们，如是建立了阿毗达摩的传承。三个月讲法完毕，萨嘎天帝命人以黄金、白银、珠宝建造了三行阶梯，佛陀从中央的珠宝阶梯走下，来到人间的桑嘎萨。萨嘎天帝站在左侧的金阶上，为佛陀拿着衣钵；大梵天站在右侧的银阶上，为佛陀撑着白伞。天人们奏着天乐来供奉佛陀。那一天看见佛陀的人，没有一人不希望成佛的。在佛陀73岁那年，他的堂弟德瓦达达出于对佛陀的嫉妒和对于名利的追求，逐渐成为了佛陀最大的敌人。他先通过显示神通博取了马嘎他国卫生院王子的信心，教唆王子发动宫廷政变，弑父篡位。在新王的支柱下，迭瓦达达派出杀手去刺杀佛陀，结果杀手们都受到佛陀的感化而成为了佛陀的弟子。第二次，当佛陀走过鸠峰山时，迭瓦达达从山上推下了一颗巨石，试图砸死佛陀。两块突出的岩石夹住了这块巨石，但一块碎片还是击中了佛陀的脚而使其流血。第三次，迭瓦达达唆使相师放出一头狂暴凶残的大象那拉吉利，试图踏杀佛陀。面对举起象鼻向自己狂奔过来的那拉吉利，佛陀以散播慈心的方式使凶猛的大象变得温顺驯服。就这样，迭瓦达达一次次杀害佛陀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佛陀的名声反而变得更响亮了，而他的名誉和供养却在不断降低和减少。不甘心失败的他提出了包括终生不得吃肉在内的5项邪法律，以此分裂了原本和合的僧团。由于所造的恶业太重，迭瓦达达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结果他堕落无间地狱，受苦达一劫之久。经过45年孜孜不倦的弘法度生，佛陀的身躯也日趋衰老了。在他80岁那年，严重的背痛折磨着他的身体，每天他都要以极强的意志力忍受着这种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终于在扎巴拉泽迪亚，佛陀舍弃了受刑，宣布将于3个月后颁涅槃，大地因而再一次震动。在这最后的3个月里，佛陀不顾被病痛折磨的身体，尽自己最后的力量多次教导佛法的要点，重申了戒、定、慧是获得解脱之法，并教导比丘们应以自己为皈依，以法为皈依。在巴瓦城铁匠之子尊达的芒果园中，
佛陀接受了尊达供养的软猪肉，这也是佛陀的最后一餐。餐后，佛陀患上了极严重的痢疾，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与弟子们来到了古辛那拉沙拉树林的沙拉双树下，选择这里作为般涅盘的地点。阿难尊者在树下铺设好床座，佛陀头朝北，以狮子卧姿右肋而卧。那时沙拉双树于飞时开花，花朵从树上纷纷飘落，盖满了佛陀的全身。天上降下曼陀罗花和旃檀香沫，天人们演奏着美妙的天乐。这一切都是在向即将离开这个世间的至上导师佛陀致敬。然而，这些美妙的景象都掩盖不住悲伤的事实。沙拉树林沉浸在一片哀伤的气氛之中，知道了佛陀即将般涅槃的消息以后，四面八方的人们都赶到了沙拉树林，他们陷入极度悲痛之中，不停地哭泣着。阿难尊者也忍不住心中的悲伤，独自躲到精舍里面哭泣。佛陀把他叫来，安慰他说：阿难呢，所爱者终究都会有分离的一天，不要再忧伤了。佛陀和即将去世的普通老人一样，向阿难尊者仔细交代了后事，叮嘱了一些僧团在佛陀入灭后应该做的事情。这时，一名叫苏帕达的游方僧请求拜见佛陀，阿难尊者让他不要烦扰即将去世的佛陀，但佛陀叫他来，并强调说，无八圣道则无沙门果，有八圣道才有沙门果。只在佛教中才有八圣道和沙门果，只要比库门正确的安住，世间就不空缺阿拉汉。苏巴达因此请求出家和达上，成为佛陀最后一名弟子。后夜时分，佛陀告诉比库门，诸行法皆是灭法，应以不放逸而成就，这是佛陀最后的遗言。然后佛陀次第进入八定与灭尽定，最后从第四禅出定后即般涅槃。没有离贪的一些比丘和天人们，因为导师的离去而极度悲痛，有的翻滚在地上哭泣，有的散发而哭，有的仰天哭泣。这时大地产生了极强烈的震动，天上的大鼓也发出剧烈的响声。这一天正是公元前544年五月的月圆日。佛陀入灭三个月之后，在玛嘎他国的首都王舍城进行了盛典的结集。当时的主持人是佛陀的大弟子玛哈嘎萨巴尊者，一共有500位精选出来的大阿拉汉参加。当时先由五巴利尊者送出律藏，然后再由阿难尊者送出其余一切佛语。在这一次结集将要结束时，与会的长老们对于什么是微细而又微细的学处产生了不同的意见。玛哈嘎萨巴尊者为了不让佛陀的戒律有如云烟一般迅速消散，于是在僧团中做干妈，也即是僧团表决会议，重申了佛陀般涅槃前的教导：尚未制定者不应再制，已经制定者不应废除，只按已制定的学处受持遵循。这项原则得到了与会的大阿拉汉们一致通过，这是对待佛陀所制戒律与教法的基本原则。又因为所有参加第一次结集的比丘都是大长老上座，所以他们坚持的这些原则就称为上座部 Theravada， 亦即是上座长老们的观点主张。
上座部佛教延续数千年的传承也由此开始。佛灭二百多年，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阿梭卡王统一印度，他笃信佛教，其护持之下举行了第三次盛典结集。现存的上座部佛教巴利三藏就是在这次结集中定型的。随后阿梭卡王派出九个使团到印度国内外弘扬佛法，其中第八使团到了金地，即今天的下缅甸和泰国中南部，第九使团到了狮子洲，即今天的斯里兰卡。后来这两系佛教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并一直流传到今天。现在上座部佛教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南部、印度东北部、孟加拉东部和中国云南的傣族、布朗族地区。无尽的轮回有如漫漫长夜，佛陀的住世好比闪电一般短暂，闪电给黑夜带来炫目的光明，佛陀则给世间带来解脱的清凉。佛陀已经般涅槃，但是佛陀教导之法却流传至今，经历2600年，一如既往地照耀着世间，利益着追求解脱的众生。愿一切众生皆恭敬佛陀和佛陀教导的正法，以及依佛法修学的圣贤僧。愿一切众生皆获得佛法的清凉和利益。愿佛陀的正法长久助力世间。相传在五净居天的大梵天下来向世间宣告，从现在开始数去10万年，佛陀将下凡人间，世间众人若想朝拜佛陀，就必须守持五戒，并且修行慈悲道。凡人和天人互相询问过10万年后，会是谁悟觉正得正果为人间佛陀呢？对于这个疑问，无人能够解答，直到发现预兆现象。诸天和梵天们互相询问，谁将证悟为佛陀？但是就在此时，他们发现释兜率天大士，他的身体竟然出现了五衰之相。五衰之相就是头上戴的花渐行枯萎，衣裳垢腻不堪，腋下汗渍尽出，
身体顿失微光，和不乐本座等以上几种现象。见到这个情况，众诸天即请他离开兜率内院，下凡到人间。释兜率天大士观察到世间的五大现象，具有时间，就是众生寿命不太长也不太短，最适合觉悟成道的地方就是占部洲，并且在中部国。种族也只有两个种族，就是刹帝利族或婆罗门族。母亲必须是位有福德严守修持戒行的妇女，当观察到条件具备之后，她就答应众诸天的请求下凡人间。众相师，你们认为爱妃所做的梦有何预兆？夫人的梦是个很好的预兆，根据此梦境，未来夫人将会生下一位德高望重、至高无上的太子。陛下，按照我国习俗，我必须回到提婆跋多国去分娩。既然这样，那你就回去吧。休息一会儿吧，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路了。蓝皮女园周围非常清静优美，你们走了大半天的路也都累了，该好好休息一会儿。那就请夫人到梭罗树下稍作休息吧。
我觉得好像要分娩了。快，大家快点，我快来帮忙，我要分娩了。当太子从母胎诞生出来，还没着地，四大梵天就用金网来承接他尊贵的躯体。我是一切天人中最尊最圣。赞哉赞哉赞哉。臣得知太子诞生，因此特地前来祝贺。阿斯陀仙，感谢您。阿斯陀仙，您一向是我世家王族最受尊敬的长者。他们的儿子叫到跟前吩咐道，今后你们要出家跟随太子学道。悉达多王子诞生后七天，母后摩耶夫人不幸逝世，往生为兜率内院天人。净饭王把太子交给姨母摩诃波舍波提夫人抚养，后来再封他为王妃。王妃还为净饭王生了一位王子和一位公主。王妃对太子如自己亲生儿子般的爱护。你们两个都想去看开离典礼仪式吧？今日父王有令将城市布置起来，举行一年一度的隆重仪式，你们放心的去吧，我自己在这里玩，没事的。既然如此，奴婢就去看看，仪式结束后立刻回来。当太子独自一人在幽静的地方，就在大树下打坐的初禅。那时候正是下午，其他树荫斜照，唯有葡萄树的阴影没移动。保姆们回来看到这个妙景，都感到惊奇万分，于是去禀报净饭王，请净饭王赶快过来亲眼看看。太子诞生的那一天，阿斯陀仙来祝贺，并观察太子的相貌以后，
就像太子下拜，那天朕也跟着跪拜。今天太子又显示神通，朕也该再次下拜。到了悉达多王子七岁的时候，净饭王命令工人在王宫内开凿了三座水池，供太子和他童年的朋友们嬉戏。悉达多王子成长到该接受学问的年龄，净饭王就送他去跟一位名叫毗奢密多罗的老师学习十八门学科。太子勤学修炼，在短短时间内就对十八门学科钻研得无不通晓，这时他已经精通文武所有的功夫，连教他的老师都赞叹不已。悉达多王子十六岁的时候，净饭王命令朝臣修建了三座宫殿，让太子享受一年三季的生活。为了避免一切事情而能引起悉达多王子想脱俗的念头，所以净饭王就跟朝臣们商量，安排太子和耶稣陀罗公主成婚之事。时光飞逝，转眼间太子已经29岁了。王宫外面没有什么好看的，悉达多。孩儿从小到大还不曾离开过高大的皇宫城墙，孩儿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儿，没有任何地方会比大皇宫更美丽堂皇、更幸福的了。虽然如此，可是孩儿还是想亲眼看一看。父王，您就答应让孩儿出去走一走吧。唉，既然你真的想看看，就随你心愿吧，我会叫人备车给你，明天再出去吧。啊，感谢父王。外面的情景就是这个样子。怎么父王他说没什么好看，又不希望我出来见识呢？先停车。什么事，太子？你看那个男人，怎么他的皮肤皱巴巴，走路也走不动，不像人家一样。哦，那是年纪老了的人。老人啊，世上的每一个人活久了都会走到这个地步的。每个人都会这样吗？
海那儿，停一下车。什么事，太子？那个男人怎么全身发抖呢？他不舒服。不舒服？人人都会生病，都会身体不舒服，这是很普通的事。请您返回御驾吧。布里面包的是人吗？那是死人。人人都要死吗？是的，没有任何人能够逃避死亡的。我也一样吗？啊，是的，太子也不例外。海娜，停一下车。那是出家人。啊，真清净，威仪举止真令人尊敬。是王子啊，我的乖儿子，我正在寻找脱离苦恼的道路。你的出生正是枷锁紧扣着父亲的心灵，我就将你命名为罗侯罗，意思就是父亲的枷锁。No, no.
耶稣陀罗，你是我心爱的罗侯罗，你是我的一切。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躲避生老病死，无论必须遇到多少困难，经过千辛万苦，我也一定要找出让大家能够脱离苦海的路。产娜，产娜，醒醒，产娜，醒醒，醒醒，为什么叫醒我？你马上去帮我把艾居康特家准备好，别让人看见你，然后我们在王宫大门见，快去。是，遵命。就在悉达多王子正要走出王宫大门之时，大魔王就出现在面前，因为他恐怕今后再也没有机会引诱迷惑王子了。太子，回王宫去吧，里面美丽堂皇，幸福快乐无比，再过七天您就要登上大帝宝座了，不要放弃这些荣华富贵，外面有艰辛万苦，有孤独寒酸。我不向往当大帝，也不要什么财富或一切幸福快乐，因为这些东西不能使拥有它的人脱离苦海，而且也不能帮助我的亲爱的人以及老百姓脱离生老病死的苦痛。你让开，让我去吧。你以为能够逃脱我魔王的威力吗？我随时找机会侵扰你，迷惑你，用贪望烟鱼来引诱你，形影不离地跟随你，看看谁能够赢得过谁。到阿诺玛河岸了，产娜，就在这儿停下。但愿我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就让这头发漂浮在空中，如果不得成正果，那么就让它掉在地上吧。当他把头发抛出去，头发却不落地，反而漂浮在空中。地是天，用水晶瓶子接着，并将它供养在兜率内院的宝塔内，
豪师大梵天，把袈裟贡钵来供奉。悉达多太子把衣裳交给陶师大梵天，拿去供养在梵天上的宝塔内。你不要再悲伤了，禅呐，我这样做也是为众生寻找脱离苦海的道路。你就回王宫去禀报父王，说我不回王宫去，直到我能得证找到脱离苦恼为止。爱居汤特家感到悲伤不已，当场肝肠寸断而亡。因为他的孝心，使他往生后到了兜率内院，成为天神。悉达多太子离开产那之后，就到了芒果园住下。过了整整七天，一粒米都没下肚。到了第八天，悉达多太子走出树林，进王舍城去托钵。城里的人看到他气宇轩昂的样貌，无不啧啧称奇，赞誉有加。他们说，哇，好俊俏啊，他的样貌庄严肃静，令人敬仰。人们互相转告称颂他，大家都说他好似天人下凡，真是气宇非凡呐。就是说啊，化缘得到一些食物之后，他又回到树林里去。坐下来看看，钵里面所化缘得来的菜饭，全都混杂在一起。过去所吃的都是山珍海味美食的东西，可是现在，我已经是出家人了。为了求得真理，还想要什么美味可口的东西呢？菜饭也只是一种维持生命的因缘而已。舍卫城的频婆沙罗王派人出去探视悉达多王子，回来禀报说，老百姓对那位新来的和尚赞叹和敬仰。频婆沙罗王听到侍从的禀报，就亲自去拜见他。看到对方举止端庄，非常敬仰，经过交谈论道，更加的钦佩，但是心里还起了怀疑，认为可能悉达多王子跟王亲国戚有争权夺利的矛盾，故而剃发出家，所以他愿意以一半的问道老师无法回答，反而赞叹学生的学问和老师并齐。悉达多大士观察到此地的学问并不是能够解脱的道路，就告别了老师，再去寻求至高真法之道。悉达多大士来到优楼平罗聚落，观察周围园林幽静，
有小溪流水，又离村镇不太远，是个适合修行的好地方，于是就在那里住下。一开始听到悉达多王子出家的消息，令乔晨如非常的高兴，于是他去找其他七位婆罗门相士的儿子，但其中只有四个人同意跟他一起出家，一同去追随悉达多王子。这五位出家的婆罗门就是乔晨如、阿说士、拔提、实力加舍、摩诃南，共称为五大弟子。五大弟子找到悉达多大士所住的地方，发现他正在打禅修行，于是就留下来伺候他，希望悉达多大士证悟后能向他们传法度化。为了彻悟正法，悉达多大士就按照婆罗门教的三大苦修阶段修行。第一阶段，咬紧牙齿，以舌头按耐口腔，直到满身大汗，好像有人用手按耐自己的脖子一样，非常痛苦。结果还是发现此方法并不能解脱，所以改用其他方法。第二阶段，开始憋气，使呼吸不畅通，导致耳鸣、头痛、胃痛、体内发烧。虽然这样坚持苦行修道，忍耐痛苦，最后还是发现此路也不能达成正果，于是就改用第三个阶段，就是绝食的方法。他绝食到身体枯干瘦弱，肤色暗淡无光，骨头明显突出，体力衰弱，这样忍痛修行，每次轻轻抚摸皮肤，身上的毛都会掉下来。我已经修最高苦行，没有谁能比得上了，为什么还是不能正觉呢？或许这还不是能够解脱的方法。悉达多大师在踌躇思考达成解脱的方法，我将如何帮他一把呢？哦，有行声，因为起弦过紧，一弹就断；另一个又因为上弦过松，弹起来琴声不够响亮；而最后一个不松也不紧，正好弹起来琴声又响亮又好听。啊，对了，要走中道路，才是真正走上解脱的道路。可是我目前的体力这么虚弱，不适合禅修中道路的。
各位，我们所尊敬的悉达多大师，他已经修普行有6年的时间了，但是还未彻悟，现在反而放弃苦行，唉，还回去吃饭享受，这样子怎么行呢？就是嘛，乔晨如，您是我们的长老，您认为如何呢？既然如此，就等于我们白侍从他，还是离开他？6月14日的夜晚，悉达多大士入眠，直到凌晨时分，梦见5种预兆。醒后回顾梦中发生的事情，第一是预告自己将得成正觉为佛陀，第二预告自己能为人天转法轮，第三预兆是众生前来皈依，教团成立佛法和僧伽为三宝，第四各阶层人士前来皈依都能享受到同等对待，同等的聆听佛陀的妙法，第五各方众生都来敬仰朝拜，但佛陀却不执着于物质供养，不会被这些物质污染。在优楼平罗聚落里面，有一家富翁闺女名叫苏查拉，年轻时曾在榕树神下祷告许愿，希望自己能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夫婿，投胎生一个男孩，他的许愿如今都如意所得，准备用牛奶煮乳糜粥到榕树下去祭神还愿。苏查拉娘娘，苏查拉娘娘，发生什么事了？这么大惊小怪的，可能榕树神真的下来接受您的还愿供养了，他现在就坐在榕树下等着了，我亲眼看到的，全身焕发光芒，非常奇妙。是吗？你们动作快啊！本纳，你去把金盘拿过来盛乳糜粥，我要赶快拿去供养榕树神。我所许的愿全都灵验了，我的神主，奴家用金盘盛最好的乳糜粥来供养您，请您收下吧，这是奴家一片诚心。但愿我能得成三藐三菩提，就让此金牌逆流而上，若不能得正觉，就让此金牌顺水而流。刚有3位佛陀证悟不久，现在又出现一位佛陀得成三藐三菩提了，
我是婆罗门种人，名叫梭提耶，看您的相貌非凡，所以用这八束草供养您，来，请您收下吧。如果我还不证无上菩提，即使血肉枯干，只剩下皮包骨，我绝不离开此座位。紧跟悉达多王子寸步不离，为的是阻碍他修佛成道。如果再放他这样下去，那么他一定会逃脱我的控制，我该出来捣乱，破坏他的修行。由于悉达多王子前生前世所修过的功德利益，无量福德保佑，加上大士发大愿心坚固不移，对诸魔王的引诱困扰一点也不会动摇。悉达多王子，你以为能够轻易的逃脱我大魔王的威力吗？既然兵器和威力都不能伤害悉达多王子，那么我再用其他的阴谋试试看。悉达多王子，你所坐的宝座是属于我的，我的部众可以作证，你必须让开，把宝座还给我。且慢，魔王，这宝座是属于我的，是我的威力造成的，是我前生前世所修的功德。有谁能够当证人，说这宝座是属于你的？我能作证。啊？什么？地母娘？佛陀的修道，也就是点滴的回向水，我已经将头发接纳在头顶上。这一点就足够成为证据。这次能够战胜魔王，使悉达多王子更加潜心修道。晚上，大德精心定神，修的第一阶段禅定，就是宿住随念禅，能了知自己的前世。到了夜深人静时分，就得
第二阶段禅定，就是天眼神通，能了知众生的生死轮回。到凌晨时分，大德就能断除贪、癫、痴三毒等根本烦恼，而获得出世妙乐，成为正等正觉的佛陀。贪望啊，你摆布我许多年，如今我解脱了，彻底消灭你了。修得三藐三佛陀之后，佛陀就在菩提树下享受解脱之乐七天，然后独自走到空旷之处，默默凝视着菩提树，以表示感恩。佛陀站在那里毫不移动，也不眨眼，就这样连续七天。之后独自走到菩提树和站定凝视之间的地方，在这里漫步行走了七天。走了七天，直到第四个星期，佛陀到宝座上坐下打禅。这宝座是天人以大方便力造就供养佛陀，在此入定观一切佛法七天。贪欲妹妹，乐欲妹妹，那不是刚得正觉的瞿昙沙门吗？没错，安宇姐姐，这肯定是瞿昙沙门。咱们父王身为大魔王，率领众魔君来骚扰他，反而败退给他，咱们一定要替父王报仇。安宇姐姐，安宇姐姐，这世界上还没有哪个男人能逃过或拒绝咱们三姐妹的引诱迷惑呢，你们说是不是啊？乐玉妹妹说得很对，咱们以女性的婀娜娇艳来引诱瞿昙沙门，让他永远陶醉在我们的情欲魅力里吧。王子，王子。魔女，你们回去吧，你们所施的阴谋动摇不了我的。现在的我早已经了断一切的贪欲了。我爱玉和贪欲妹妹乐玉妹妹对您是真心诚意的，我们是真心的喜欢您啊。是啊，从来没见过哪个男人像你一样这么有魅力，把我们三姐妹迷得神魂颠倒了。就是嘛，我们三姐妹愿意献身给您，不要求任何酬谢，只要您满意，就是短短的时间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难道我的美还不足以让您动心吗？嗯，我跟你们说清楚了，我已经看破红尘，并且断绝一切情欲，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你们渴求的东西了，你们快走吧。我的脸怎么会这样啊！救命啊！救命啊！
曲坛沙门了。到了第六个星期，佛陀坐在大树下享受解脱之乐，雨水连绵不断的下了整个星期。大龙王对佛陀感到十分的敬仰，于是就缓缓爬到佛陀身边，施以分身，宏大颈部，帮佛陀挡住外来的风雨。等到雨停之后，就化为人身，跪在佛陀跟前向他敬拜。我是大龙王，向佛陀献上最高敬拜。清净是修行人安住之乐，不欺负，不侵犯他人，远离一切情欲贪望，是世间上最高尚的情操。放弃我执，是极乐无比。佛陀悟道后的第七个星期，佛陀到铁子树下王处地方享受解脱之乐七天。佛陀已经享解脱之乐七个星期了，一点饭都没进，所以我特将天上的橄榄仙药拿来供养，请佛陀收下吧。这两个商人曾经跟我有缘，我应该帮助他有机会见到佛陀。提卫兄弟，你看我们的牛车忽然停了下来，似乎轮胎被什么东西卡住，不管车夫再怎么样鞭打，牛却一动也不动。哎，奇怪了，怎么会呢？啊，两位商家，你们知道吗？今天有位大士已经修道成佛了，他现在就坐在前面的大树荫下，两位快点去吧，把你们带来的干粮以及食物拿去供养他吧，如此一来你们将得到一生之乐意。我提问和婆离家兄弟拿干粮来供养佛陀，请佛陀收下吧。悟道之前，我的饭钵早已丢失了，牧羊女用金盘盛乳糜粥供养我的，我许愿时放在水里溺水而流去了，现在这两个商人拿食物来供养。因为出家人只能有一个饭钵。我提问和活离家兄弟愿皈依佛陀，皈依佛法，终生为佛教的优婆塞。我们俩请求佛陀
赐给我们一件信物，让我们得以带回去供养。我所悟觉的法道是至高无上，一般人难以理解，难以修成的法。世间上有多种人，有些聪明智慧的人听了佛法很快就悟其道理，好像荷花浮出水面上，得到阳光照耀，立即盛开。智慧中等的人听了佛法，再经过修行学道，不久也能悟正觉。好比荷花半途出水面，等各天开智慧低的人，听了佛法，再不断精进修行学道，敬拜佛陀，到最后也能悟觉正道。好比荷花在水底下慢慢的成长，到最后浮出盛开在水面上。最后一种人，即使怎样听经闻法也不理解听不懂，但他们也能累积功德，逐步成长，等来生来世也有机会悟正觉。好比荷花在水泥底下只能沦为鲑鱼的食物，难以有机会露出水面。既然如此，我就应该活下去，为鼎立佛法、宣扬度化及奠定根基的教法，为利乐众生。善哉。唉，可惜阿兰老师七天前刚去世，而昨天蒙西老师也刚往生。如果阿兰老师能延寿七天，蒙西老师再多等一天的话，他们一定有机会得成正法的。佛陀用天眼神通观察阿兰老师和蒙西老师的死，然后再观察曾经在苦行林侍从佛陀的乔晨如等五位侍臣，知道他们智慧聪明，有根气，如果听了佛法很快就能悟道。那是我们曾经伺候过的瞿昙沙门吧？对，没错，他突然放弃修苦行。咱们约好，如果他走过来，咱们不要起来行礼，不要安排座位给他，他想坐就随便他，我们都不要理会他。见到了瞿昙沙门，大家都非常的高兴，把原先约好的事全都忘了，连我自己也不例外。瞿昙沙门，你怎么会到这里来见我们呢？
你们不要这样称呼我，现在我已经悟觉正道了，你们认真听我说，如果你们做得到，也一定能悟彻佛法。您在苦行林修道的时候都没得到什么奥妙正法，因为您放弃精进，所以我们也就离开您。您还说什么得到深奥妙法呢？以前我曾经用这样的语气跟你们说话吗？是啊，您不曾说过这样的话。整天沉醉在爱欲，或修苦肉行，这些都不是出家人该做的事，不是悟觉正法的道路。只有走中道，行八圣道，才是涅槃的道路。真谛是教法真实性的四圣谛，包括应该知道苦谛是身心痛苦、烦恼不安；极谛是贪嗔欲望导致烦恼，应该了断；灭谛是真空即灭，离生死之苦；应正悟道谛是八正道，能通涅槃、断其因之道，应该修行。当佛陀初转法轮教化五位侍臣后，乔晨如慧眼见佛心，第一个证得须陀环预留果。阿若乔晨如，阿若乔晨如，乔晨如知道了。弟子请求剃度皈依佛教，善来比丘此法为妙，善修犯行，你们就按照此道修行，直到就近涅槃吧。八月一日，佛陀剃度十力迦摄，二日剃度拔提，三日剃度摩诃南，四日剃度阿说士。到了八月五日，佛陀释教无我相经缘起法。五蕴包括色，就是肉体；受就是苦乐；想就是眼处等所生之诸想；行就是意志与心之作用；识就是眼识等诸识之各类聚。这是无人我，就是不是我，不是他，不是我的，不是他的，没有我，没有他，这一切有成住坏空。听完佛陀的释教，五位比丘都证得阿罗汉果。这些妇女实在太可怜了，我父亲给我建了三座豪华大房子，还有美女乐队。我曾经认为这是人生最幸福的事，可是现在我反而感到厌恶这样的生活。人生只是为了这些东西吗？
只有这些东西才能使人们快乐吗？可是为什么我不觉得快乐呢？这里真烦恼，这里真烦恼，这里真不如意，这里真不如意，这里不烦恼，这里如意无碍。到这里来，我给你讲经说法。布施是修养我们懂得施舍。戒持修养人心向善。天堂就是行善的结果。欲念的害处就是令人烦恼不安，因为陶醉在五蕴中。出家的益处就是能离一切苦恼，心的苦恼不再生。佛陀在讲四圣谛，当佛陀讲完，耶舍就证得须陀洹果。这是我儿子耶舍的鞋子，你们在这里等，我自己去看看。耶舍父亲来了，如果现在让他看到儿子，会妨碍耶舍的证悟。请问您坐在这儿，有没有看到我儿子？我儿子叫耶舍。您先坐下来听听我说法吧，听完就会见到您儿子。佛陀在重复刚才给耶舍讲过的法。哎呀，您的开导使我慧眼见佛，我在此立愿，愿皈依三宝，为佛教优婆塞。耶舍，快回家吧，你的母亲哭泣不停，整天都在挂念着你，快回家去吧。耶舍听了两遍佛法，他已经悟觉正道，证得阿罗汉果，不再过俗家的生活了。耶舍，你已经得最高妙法。佛陀呀，今天早上请佛陀到我们家接受我们的供养吧。当耶舍的父亲回家后，耶舍请求佛陀为他剃度成为佛弟子。耶舍的母亲和妻子在听完佛陀的教法之后，都得须陀洹果，他们愿皈依三宝，为佛教在家众的第一对优婆夷者。毗摩罗善毕满圣胁梵婆提，你们几位都是我在家时最好的朋友，而现在我已经当比丘了，不再过问世间的事情，所以你们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我们听说你已经剃度了，深信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善见道理，所以特地前来这里看你。既然如此，那我就带你们去见指导我发现光明道路的佛陀吧。恭请佛陀讲经开导你们几位，跟我来吧。诸位，如果你们知道什么是善业恶业，什么是善业恶业的根本，知道衰老和死亡，衰老和死亡的因缘，以及习灭老死之道，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苦之因，行灭苦因，就能离苦得涅槃乐。只要你们透视这一切的缘起，就是正见。你们五十个人都是周边国人，也是我的朋友，有什么困难的事，我会尽力帮助你们的。我们五十人听说您剃度出家，非常的敬仰，所以想跟随您出家。真好，那我就带你们去见佛陀，你们自己向佛陀请求剃度吧。你们听着，佛教比丘要体会到一切法是无常，不该执着。当你们精进修行，细微思考，就会领悟到苦也好，乐也好，不苦也如此，不乐也如此。知道苦和乐的缘起，一切有为法皆由因缘而生，以生住意灭，一切现象与万物经常转变不息。当你们看破这样反复无常的真理，知道无常的苦空，就不再执着。诸位比丘，现在你们已经悟得至高无上的佛法，你们去吧，到各处去弘扬佛法，度化众生。但是记着，不要两个人走同一条路，我自己要到优楼频罗聚落去传法。你看，因为那些红楼妓女，使我们三十个人这么辛辛苦苦的走到这木棉园林来。就是嘛，把我们朋友的衣服还有装饰全部都给偷走了。要是找到人的话，哎呀，你看有个沙门坐在树下，我们去问问看，说不定啊他有看到那些妓女。长者，您住在这儿，有看到身穿绿色衣服的女人走过去吗？她偷了我们朋友的衣服还有宝贵的装饰跑了，我们一路追赶过来，但是都没有找到她。你们认为寻找那个女人好呢，还是寻找自己好呢？啊，我还是寻找自己好吧。那么我就说法给你们听吧。有智慧的人让自身远离贪欲，不陶醉在五欲之中，认为这短暂的快乐好比鱼儿贪吃，所以被鱼钩勾住，挣扎在痛苦当中。跋陀罗曲，如今你们都已经是佛教弟子了，从此刻起你们就分路去宣扬弘法，去传扬佛教。
利乐众生。行者，你为什么到我的精舍来？幽楼贫罗家舍，我想来求个地方住。我是噬火教，可是这个行者的信仰和我的不同，怎么能让他住在这里？这里已经没地方可以住了，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但我要提醒你，你必须走远一点，因为这泥莲禅河沿岸地方都是我火教三兄弟的地盘，这里呢是我幽楼平罗家舍的精舍，有500弟子。至于对岸那边，是我二弟那提家舍的地盘，有300弟子。至于再过去，是我的小弟伽耶家舍，有200弟子。那里全都住满人了，但我看到这里有个空位。哪里啊？你的火堂里。你就让我住在那火堂里吧。行者，如果你想住在火堂那里，我没什么意见，不过我必须提醒你，那里面有一条大蛇，非常的恶毒，住在那里相当危险，我怕你会白白送掉性命。幽楼贫罗家舍，那条大蛇不会伤害我的，只要你能答应让我住下。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住下吧，行者。
个行者可能被大蛇的火烧成火炭。这行者神通不凡呐，但他还不能跟我比，他不是阿罗汉。行者神通真高强，连天上各层的仙人每天晚上都轮流下来听他说法。不管神通多高强，也不到阿罗汉的，还比不上我。那么大，到处都被水淹没了，那个行者可能也被洪水冲走了吧。师父，师父，你看那边。行者真是威力高强啊。无论如何还是不如我这阿罗汉的。这幽楼频罗迦舍真骄傲，自以为是阿罗汉，太固执了。幽楼频罗迦舍，你的修行方法不是正悟的正道，怎可以自以为是阿罗汉？你不但骗自己，还要欺骗别人。你如果放弃执着，跟我修行学道的话，不久你将得到阿罗汉。我醒悟了。我愿皈依为佛弟子，请您为我讲经说法吧。你是精舍之主，下面还有许多信徒，你先去告知他们吧。这是祭祀火神的用具，怎么会顺水而下呢？
我哥哥优楼平罗迦舍跟那提迦舍的精神就在水的上游，我哥哥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了。优楼平罗哥哥，那提哥哥，兄弟，现在你两位哥哥已经找到正道了，你快去带你的200信徒来拜见佛陀，请他为你指点光明之道吧。诸位听着，眼耳鼻舌身意此六情如火，又像盗贼能触动感情，好人之真性，乐也好，苦也好，不乐也好，不苦也好，火就是贪火、嗔火、痴火，痛苦因为有生、老、死，有悲伤，有烦恼、忧愁、嗔恨，圣者明了这些真谛，就能放下执着，远离这些染污，而得清净，心灵即得到解脱。已经在这儿了。当我身为太子之时，曾经发过五大愿，就是：第一，但愿我能登基为摩羯陀国王；第二，但愿佛陀首先到我国土来；第三，但愿我能亲近佛陀；第四，但愿佛陀为我示教；第五，但愿我悟得佛陀之道。如今朕的五大愿就要灵验了，你们跟我一起去拜见佛陀吧，我要请求佛陀为我说法。施舍就是施己他人，最高尚的是无畏施，经常修持的人心情温和，步行稳重，威仪端正，因为他已经能舍弃一切，无执着无我了。如今朕的大愿都已经达到了，听了佛法感到心情舒畅无比，明天早晨请佛陀和众弟子到王宫接受供养吧。佛陀的住处离城市太远了，信徒要去听经供养各方面都不方便，朕愿意将竹林院供奉为佛陀精舍，这是个清净的竹林，面积广阔，距离城市又不远，清静安宁，请佛陀允许我将它修建为佛教寺庙吧。